这样子临时的一个状况呢，想要寻求台湾的一个协助，在过去这也不是第一次的一个例子，在这个呢快要这个三十几年前呢、啊，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新闻，就要来好好的说一说，而且特别的是要强调说，不是说你出了状况说要进来就进来，其实你要能够平安的降落，也是需要台湾不管是航管人员啊、塔台等等相关单位要提供一定的程度的帮助啊，浩伟哥。因为他这架飞机哦，就是 F18的飞机哦，到就是说到我们领空来讲话，首先来讲话一定是站管雷达先接触到啊，就正常的话应该会派战机上去，不管是拦截或随伴那些，这是个程序。但是啊，这架飞机很厉害，为什么？它就先放出来的拐拐的洞洞7700，这7700什么意思呢？7700，如果说我认为它这架飞机就先给你举个白旗了，对不起，你不要打我，你投降了。哦，这个意思。先告诉你就是了。是7700在我们的飞行上解释来讲啊，你飞机有重大的意外事件，甚至马上摔飞机的时候，包含民航机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就放了7700啊，那就只有知道它会显示个不同码。航管人员收到这个讯息就知道你这架飞机有问题了，你也不用多说，就知道你接下来一定要帮他就 对等于说是我一定要帮你，因为我已经是举了对不对免战旗的旗了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帮我。所以那我刚刚讲过，对，为什么是航管来带，为什么不是军管来带？因为军管来讲大概应该都是引导飞机去作战那些比较多啊，它的雷达的程式不是说不够好，但是就是说它的功能是不一样，所以它会偏向到航管的部分。为什么？因为航管的雷达来讲的话，对不对啊，它是怎么样，它是可以使用到你很精确，例如说像仪将系统 IRS它可以引导到你的五边去做一个落地。那像现代战机来讲的话，它本身来讲的话都有像仪将系统的一些，像我以前飞 F5 对不起没有，我就需要靠我自己的手动来做一个飞行，所以会有差别的。就是强调你那时候飞比较厉害就对了。我们那时候比较靠技术，现在的话因为技术也很重要啊，对啊，技术很重要，但是呢它飞机辅助又很好，所以变成说你飞行上会起来，所以它这架飞机来讲的话，它一定要就有一个航管引导。而且因为台湾机上还有一个问题，因为它本身来讲航路交错，例如说 W4 航路就经常上过去，所以等于说规定上来讲，包含军机在机场起飞，对不起，一起飞以后不是交给军管，交给航管带。哦，还有这样交错的这样子，要区分就对了。对，要区分，所以就有这些。那在之前呢，说这个三十几年前也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外的插曲，像这样的事件很相似吗？对，也一样，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，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民国，就是例如说，就是说算那个，因为他我们用不用西元算，用民国来算是67年。我们知道我们断交是从68年开始做一个断交啊，那就是说，可能观众就会提到说，为什么这一次对不对？他落下去以后，民国67年那个时候对不对？为什么美军他可以自己去监控管制这架飞机？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是跟美国是有援助情况下、是有差别的，所以台南机场的话，他就有这些美军在这边。好，所以这样的就是过去的一些历史。跟现在交货都是蛮类似的。